这个小木棍擀面杖敲敲这杯子，就是正常的玻璃杯吧？玻璃杯、扎啤杯没有问题吧？您帮我用您的左手哈，小木棍可以先放在下面，用您的左手来拿住这个，哎，对，拿住这个玻璃杯，然后从这个口的位置呢放下来，好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能不能用您的这个咏叹调哈，唱出一个高音来？我们来看一下杯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好，来，冰切。太强悍了，这是一个小的魔术啊！你看出来了。